林子啊？哎，今天终于不用洗碗了。来，收拾。给他多吃点，平时洗碗辛苦了。这么快干嘛？你不用洗碗。干嘛？把打满一下。今天端午节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啊？你不知道端午节不能说快乐吗？端午节要说安康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你去问粉丝朋友们，没点文化。哎，老大，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啊？那肯定是咸的。哇，没关系了，我们喜欢吃甜的，不合适不合适，洗碗。嗯，桌子还有人吃甜的吗？先吃不够。嘿嘿，干辣椒这种是我来。啊？有什么事你就放。不对劲，不对劲。来富贵吃个酒鱼。富贵，给你传那个事的，只要不让我洗碗，啥都好说。就五百，过两天还你。那谁要说话？不、嗯，表面兄弟。不要抢，今天全是硬菜。硬菜。施展不了的行为。来，吃饭吃饭。不吃啊。
蛋师兄，我狗蛋，从此结为异姓兄弟，有车一起开。嗯，开个锤子，就我一个人有车。有饭一起吐。嗯，住个铲铲，就我一个人有饭。有饭一起吃。来大哥吃菜，来大哥吃肉吃肉，吃点生菜解解腻。哎，阿弟客气客气客气。张记得治饱啊。大哥洗碗啊，走走走。别别别，今天我找到洗碗的人了。早说嘛，弄得我这么紧张。怎么了？家里请保姆啊？放心吃，放心吃。确定不要我洗碗啊？真的要走了？小芳说她都会过来洗碗啊。啥？是不是碗不重要？我就是想洗这个碗。我告诉你啊，要是你吃不了了，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视频看完。这个是我们家的梅干菜，里面主要原材料就是雪里红，山珍山菜工艺制作。虽然黑乎乎的，看起来不起眼，但是真的抵不住它的好吃。平常家里吃的梅菜扣肉啊，就是这种。我觉得梅菜鸡肉也不错哦。大家都知道我们家下饭菜的品种很多，这款梅干菜在其中是非常适合大众口味，辣度咸度适中，和米饭拌起来都非常通透，不油腻，炒饭多粉，夹馒头也非常不错。真的好吃，狗蛋姐你们试过了？哥哥姐姐们，又到了吃不下饭的季节，狗蛋推荐你来一单尝尝吧。